看到价钱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，就先买。这个也是韩国制，韩国制，而且一件就可以出。对，而且它有开叉。对，这边有开叉。这个你会穿安全裤吗？不会。这个你也不会穿安全裤。不会。还有另外一个很基本的黑色，那我喜欢灰色，因为它有一点荧光色在里面。因为今年其实也流行荧光色，但是如果你不敢尝试的话，你就可以带一点点。就是你可能有跟得上流行的元素，然后可能袜子再配，它虽然是背心，但是也是我说的那一种，它是可以稍微遮到腹，它完全可以遮腹乳，然后手臂也可以遮到一点点，就是不会那么赤裸的摊在大家面前，搭一个牛仔外套，就是也很好看这样，然后在冷气房就不会怕了。黑色好好看哦，比在身上就觉得好看，因为你的外套是浅色的啊，这样搭起来应该就是非常好看。宽度给大家看，这个一般身形的妈咪穿到身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胸跟肚子的空间都还蛮大的，然后袖子其实也不用担心。就是可以换刚刚那个比较凉的衬衫，因为他们说这个穿手臂要细的人穿很好看，就是在说我手臂比较粗，害我不敢直接穿了。这就是妈妈的心中永远的痛。对对，到后来就觉得手臂比以前粗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抱那么重的大人很